豪庭广场，至宝公仔闪亮夏日舞台，在7月22日举行舞台邀请赛。当日大会邀请了 STEM 的学员作啦啦队舞蹈比赛，参与的学员有澳海城分校、蓝田分校等等。学员更用 Jazz 的舞步配合啦啦队的活力，舞出精彩的表演。同场更有 STEM 的学员以优美的芭蕾舞舞蹈表演助兴，令全场充满开心热闹的气氛。Everybody jump, jump, jump. It's all